last lines could never hold me down. Last love is sweet when it's finally found. I've got a stranger's feeling. How you able?拜拜。走。我就刚洗的头，头发还没干呢，太早了，现在才6点多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新，今天我们就要出发去三亚了，但是早晨呢，我们要先去发一批货，发完货再走。昨天晚上我婆婆给包的饺子，一会儿拿去给我爸还有我姐他们吃。我姐已经来了，给我爸还有我姐带的饺子，上车的饺子，下车的面嘛。我姐来的比较早。Hello， 你吃饭了吗？嘿，我婆婆包的饺子给你们带的，可好吃了，肉馅的。婆婆吃呗。嗯。那咱也打我。哇。点完了，把它掉了，往哪俩了？你再来一顿儿，萌萌。呀。你再来。吃点儿吧。我俩人吃了咱们饺子。呀，咱们吃了几个饺子？3个。3个呢？还吃糖？我们在家吃的饺子还有酱牛肉。给你拿双筷子。大娘太讲究了，昨天晚上包的，今天早上煮的，冻上了？没冻啊。我在衣服兜里。衣服兜里。我们的货都打完包了，饺子也吃完了，现在开始出发了，先去高铁站。我们需要先去高铁站，然后坐动车到长春，到长春才有航班去三亚的。萌萌也来送我们来了，来给你带会儿吧，先给你拍会儿照。姑娘，我到地方了。把这个给大姨啊，回来给你行吗？还有的电脑。咱们这整个大宝的购买儿童票的旅客，请到员工检票到排队上靠。